只睡了多久？难不成又是那噬魂精作祟？不好，失火了，那是二娘。秋儿啊，我们都是紫烟火里的尘埃，只是你消失的太快。二娘，其他人呢？大事好些了吗？滚开，离我远点，都是你们这些散文心害死了秋儿，离我远点。二娘，二娘，你去哪儿？你话说清楚。二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婶婶念给我的童谣。滚鸡蛋！孩子们，这歌谣是谁教你们的？住手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血池苏血灵，助我灭灾星。
可能化作黑烟凭空消失，这是什么障眼法？爸，管他什么妖术，先找到二娘他们再说。是谁在唤我？怎么可能？纸人怎么可能开口说话？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名字，还知道你将克斯身边每一个人。终于啊，在这杀气最重的半月节，等来你这么个天生的灾星。我是在做梦吗？管他是不是。天算，想不到解签大师所言，客人的命中死煞竟然是你。Come on.
是这一切都会是幻觉？头好疼，要裂开了。胡言，打死易静心了，向梦境这边我来照顾吧。野草猛多，等他醒了，我们离开三路。好像是二娘的声音，感觉很近，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到他们？中了什么幻术？八荒镖局，莫不是米家相公？他不是已经……是大师？喂，大师，等等，你要去哪儿？事情越来越奇怪了，得跟上去瞧瞧。就安心上路吧。啊，小蛙兄弟，你还活着？还有脸问我？你这灾星背信小人，才短短几日就忘了藏经洞发生的事儿。就是，秦王兄弟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
事情越发诡异了，得快点想。情书，二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当初我就不该趟这趟浑水，如今铁背于门。二娘何出此言？你闭嘴！还有什么咳嗽？你我从此一刀两断，老宋皇上一杯羊。明明知道都是幻想，为何却如此逼真？二娘，当心！正体将，南京。这都是幻觉，尽快离开这幻觉，把这破庙给我围住，一只苍蝇也别放走，前后左右统统堵上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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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？是谁在说话？二娘，胡言，你们听得到吗？接进阶星空独有一，就让老叫花子敲打敲打你这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。大后的家伙，全身啊，又是这鬼经文。
是大师。好强的杀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管我，快带孟金兄弟和师兄走，有人看紧。不好，胡言他们好像遇到了麻烦。可恶，鬼地方到底要怎么出去？神鬼鬼，颠来倒去，有完没完？才短短几日，经脉怎么乱成一锅粥了？哎，罢了罢了，怪只怪我林某人欠你孟家的。小子，你可要撑住喽！百会、云门、血海，三穴似有暖流注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混蛋，果然是你们捣的鬼！看中，卑鄙无耻，成人之位的狗东西，快去拿掉死气。Thank you.
力炮。梦亦是真，真亦是梦。悠悠生死别经年，梦里魂魄不息归。就在梦境陷入昏迷命悬一线之际，天府煞宫围攻了众人栖身连朔阵的破庙，悟真和尚被掳，呼延华刚生死未卜，诵经队伍仅剩居民义一人，将梦经带至不老雪川。得到悟真和尚的天府煞宫也未能如愿以偿，因为经书压根就不在悟真和尚身上，于是追杀还在继续。而那个再度出手将梦境拉出鬼门关的神秘人也将渐渐显露身份。头好痛，发生了什么？大师，二娘，呼延大哥，他们人呢？小莫，自你替大师运功后便昏死过去，根本唤不醒。
醒了。什么人？啊，前辈，是你？出手。前辈有恩于我，何出此言？晚辈不敢造次。啰里啰嗦，看招！我何出冒犯了前辈？还请明示。Thank you.
始终差些火候，小子，耳朵听好，罩子放亮，我只演一遍。气运周身，交织子丑，苍冥未决，换作前卫，变周天阵队，击无望离鬼，内力分天书神血两穴。苍龙断云掌，这后两式残招，前问东问西，怎么那晚杯酒献丑了？婶婶曾说，我家苍冥功法重义不重形，需以内力为引。呵，教也，苍冥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。此不可教也，苍冥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。此不可教也，苍冥的脸面全让你丢尽了。不错，有几分你爹孟秋和当年的风采，也不枉陈青教会多年，今日也算了却一桩心愿。山高路远，来日方长，你我就此别过。等等，晚辈有事不明，前辈可否赐教？前辈救我数次，如今又是我身缘浅缘深，何必深究？你只需神圣常言，这苍龙前尘旧事。前辈可知此为何地？我只记连树镇破庙中青山本不老，却因雪白头，此地便是不。那前辈可曾见过？我见你时，你孤身一人。听前辈言语流露。一话，前辈可知，此去紫霄寒潭，必经雪山脚下飞来，同伴为我身陷险境。话已至此，如今大敌。你如今身怀苍龙断云掌，对付天府杀功那句，既然如此，等等，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的，这些东西，拿着。听前辈言语，
来如流水，逝如风，何处来兮何处终，路遥迢迢随云去，天涯从此各西东。今后的路怎么走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前辈之恩，孟京来日再报。这些点本事。生着左手使剑的狗贼，
着他，干掉他，擒住他。放招！好，是天高地厚的家伙。你点力！二哥，
火流声斩怎么收住？有人来了，爷啊，迟到的我们都说了，你就大发慈悲饶了我们吧。诸位莫慌，我非歹人，只是偶然路过此处。等等，瞧他打扮也不像那伙贼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少侠，大家可曾见过？又是问那臭婆娘的。就你话的，老张可否告？好说好说。如今形势，古语有云，是哦，贼首是个不男不女的妖人。多谢老张提点。哦。少侠有早年更是连接便渐渐衰落了下来，如今这少侠要找的女子曾在飞来，我看他们搜人是我家族上涂抹于人中，可必埋毒，从此少侠应该看到雪冻寒毒埋。老丈，哦，多谢老丈，诸位稍安勿躁，我去去便来。